想关在第二个问题。我不喜欢在城里生活，人多车多，花的还多，生活压力还大，人还比人，你比我，我比你的，有什么意思？我就喜欢在农村生活，喜欢睡农村的热炕头，喜欢吃农村的大锅饭。我就想找个带我回农村生活的人。其实自由的人挺多的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做出选择。别人问我多长时间没谈恋爱了，我都会说，距上次谈恋爱已经21年了。别看我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我对找对象可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我不喜欢岁数大的，有代沟，也接受不了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还接受不了那些小心眼的，媳妇干点啥都不行，那谁还能没个朋友啥的。我就是这么一张想回农村生活的白纸，你想在上面画什么画呢？来，一号老段，是你像这张白纸，那你喜欢这张白纸是喜欢国画呢，还是素描呢，还是油画呢，还是写生呢？我什么都不喜欢，你还是画别人去吧。别说，这老段很有艺术感觉呀。嗯，你是艺术男青年的，这是你一说白纸还都想画这么多种。